买面包，然后来走路的时候用的。哎，吃这次来芒果青看看，才25块 ，OK 啦。这个泰国的好贵，98块，牛肉干很贵，吃这个就好了。面包要吃好吃的，回来的时候再吃。其实以前吃这个杏仁果不错，可以啊，可以买杏仁果。